关系。啊，我叫伟竹吼，啊，我是住伫台中。啊，去年呢，我嘛是有来美国。我去年是对那个联合国协进会吼，协进会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讲台湾啊，每一群有一群人吼，就是每年都会来那个美国，去那个时代广场，就是表扬，就是宣扬我们想要加入联合国。因为咱台湾嘛是一个国家，是安怎咱无伫个联合国的名单内底呢？所以咱当年都有一群人会对台湾出发，吼，九月的时候会到这个国会那边，就是跟那个国会议员这边宣达我们的这个请愿。我去年嘛有参加，今年都真欢喜吼，啊嘛真荣幸，那郑律师有给我们这个机会吼，来伫遮看到咱各位乡亲，我是感觉非常的感动。我想到一句话，就是好像说，走得越远，就会越知道回家的路。虽然呢，咱家乡亲是住伫个美国，啊，不过我相信大家心拢伫台湾。你在国外呢，就会知道自己家乡的好处。啊，各位乡亲伫个美国嘛，是会使跟咱台湾的同胞大家做伙打拼吼，为着咱台湾的未来。啊，我若是各位乡亲有闲啊，等来台湾选举的时阵，马上来台中找我。真欢喜看到大家，多谢。